歡迎大家的光臨，是很難得的聚會。因為最難得是哪裡呢？在今天呢，是8月16日，香港的經緯度是差一度的，所以今晚的雨呢是如過昨日的。所以很多人在看風水啊、紫外線命啊，不知道這個秘密呢就不準的。過香港經緯度差一日，啱啱差日佢又假期，咁我就揀咗呢個時間咧，就根據我哋中國嘅傳承，或者係冇分東西方嘅呢套嘢，係喺埃及時代、古埃及、巴比倫時代到希臘時代，到我哋中國印度時代咧，都係呢套嘢，係嗰個招牌唔同啫。但現在呢就變了，變了一個新的名詞呢，就是微觀意識流，個量子意識流的世界，有些叫平衡宇宙。那越搞呢就越多花神，因為宇宙呢只有一個，就沒有那麼多神的。我講到這部分呢，講少少緣起的緣起，就是大家很多同學很多徒弟都知道我是涉及很多那些玄學的東西，但我很少講的，今天要講少少。因為今天為什麼這個時間去給這個聚會呢？因為在目前的形勢，我們只能夠呢是要求健康和財富增長而已，沒有其他搞。今天的形勢健康財富，但要加少少，要有智慧。因為呢你有財富你沒有智慧呢，那就隨時瞓醒覺呢是咁先啦。時代唔同，但我揀今日嘅，所以今日呢就喺呢個中午嘅時間開始，就是正式嘅5時。點解會用呢套嘢呢？大家都一個人嚟到呢個世界，呢個地球，點解有啲人呢去咗阿富汗，有啲人喺新疆出世呢？喂，呢鋪好大鑊喎，大佬走尾一天都唔掂，我呢個迷啦。不過點解啲人就算喺嗰啲地方出世，無端端咧有啲人去探孤兒院啊，探到佢又認咗做仔啊，去咗美國留學讀書啊，成咗財喎。呢個第二重更加秘密，又有啲咁嘅際遇喎。好啦，點解我又會我自己本身就喺呢方面咧比較？親身經歷的，就不是說看書啊、看有虛無縹緲那些我不說，大家認識我的人呢就一定會經我講我的經歷。為什麼我會後期追求這些宇宙的秘密呢？就多謝我們語言中國很多很多的聖人執執埋埋呢整了一本通勝，通勝咁我11、12歲咧就隔離咧有個國民黨嘅退休大官，嗰啲軍官啊，個僆仔你讀書啊，成日掛住玩，你咩都唔緊要，你最緊要識讀通勝就得噶啦，做人。一睇通勝咧，嗰時好厚嘅，睇到24厚嗰第二篇咧就講曾子啦，曾子去攞出咗去攞柴。佢阿媽就喺屋企，有人嚟揾曾子，佢慢慢咬佢手指。你大家睇《通勝》咧，有呢段記載嘅。曾子一個心就痛一痛，等於而家我哋嘅破壁。曾子時代而家2000多年，好啦，咁我咧就都未係咁信嘅，即係當以前細個睇嗰啲《封神榜》啊，睇嗰啲當係吹水啊嘛。到到我有一年咧，無啦啦咧近咗元君，嗰時住喺山嗰啲山上邊嗰啲好荒蕪嘅交通，近咗好大嚿元君，碰到彈到水邊埋，唔掂，屋企人冇人，隔離左右冇人，我領起本通勝咧有度化不符，百無聊賴真係照住佢揾杯水向住東方。利用那裡掛不符，
但真係好誠心啊，痛啊！嗰時你緊誠心啦，係咪？誠心即係痛。但到呢種咧，我自己都感覺咧，我知道佢係咪真係化走個過程係點？咁斷完一飲，到你一飲完水，你個喉嚨鬆翻上嚟，冇咗喎。你唔知佢點樣冇咗喎，都神奇啊！咁開始咧，我一路咧就去追求好多呢方面嘅學問。去中國好多噶嘛，又茅山又陳達又佛又道係嘛，道家都九啊幾個門派。咁到我年輕嗰陣時咧，就即係踢一個神功嘅館啊，一踢館啊，咁啊俾人斬咗幾刀，但我冇學過㗎嚇，去踢館。後屘喂呢啲都揾唔到食嘅喎，呢啲。斬唔入咁啊點啫？揾唔到食，你每日通街入兩唔斬自己喺街上賣布咁係咪？好啦，又偉通勝教我哋發達嘅，所以大家小朋友要聽。有時我叫啲小朋友咧，你想啲細路仔好咧，你睇本通勝，背熟個真廣言文。我最記得嗰個真廣言文令我最大感應嘅咧，一生人到而家都用緊嘅。寧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即係你唔使咁多古言聽白花神噶啦，你做生意老老實實，同壽無欺，呢個係中華文化嚟，唔使咁多花神。好啦，第一次靈嘅就係用你個理念，有個人咧，嗰時我啊做個嗰啲街邊車房啦，幫人整車嘅，六十年代初架車賣咗，嗌我走去整，咁佢係嗰啲福士。就個棋子咧就蝕咗啊！如果入咗波咧行唔到，咁我又鬆咗條威帶同佢教翻。我話嗱，阿老細你頂住個零月啦，慢慢先至嚟再整過啦。咁嗰條友咧講粗口，我老母只話我唔家產，叫我留緊架拖車拖翻去台車頭鬧一輪，即係話佢之前揾過揾個人嚟睇噶，話要拖車。喂，我哋唔應該鬧佢，正常係要咁嘅。但因為我呢啲咧一個唔夠急頂住嘅啫。我呢個人踩啲行家，大佬話唔係事實，佢真係要抬車頭。咁啊，俾幾多錢啊，師傅仔？我又唔俾咯。都唔知開幾多錢喎？又快咗十零分鐘，我又唔俾啦。一入出嚟，佢嗰啲大牛咧子彈打唔入嘅，咁低嘅。你冇散紙啊！俾咗你算數啦，都過嚟又揾你，任俾會多咗嘅，即係唔使搞古靈精怪。嗱呢個咧係呂樂嘅老表嚟嘅，以前呂樂總探長嘅老表。咁由佢之後咧，我有另外一段人生啦。好啦，再一個又係靈向直中取嘅咧，就第二段古仔。真事嚟嘅，我點識會做日本車入口啫？日本機械嗰時我開間名昌洋行，1973、1974、1975年離開咗嗰個黑白嘅江湖之後，因為 ICAC 成立啦，咁啊做生意就做咗旅遊啊，我又識到啲大小嘅官仔啦，咁啊搞嗰啲旅遊好多知識嘅。咁啊，幫人哋話賣咗啲廣告，就可以幫人哋咧喺大陸嚟香港嘅。嗰時有啲人申請仔都嚟香港。有一日咧，有個女士咧上嚟揾我，然後個仔咧佢自己走咗出嚟，個仔留低大陸落唔到嚟，就希望我幫佢手，即係點樣搞掂佢？喂，我哋唔使搞噶啦，我哋喺大陸直情揾公安。老老實實俾錢，乜嘢都唔使講，唔好識人。你越識人咧，就越多困難嘅。咁我嗰邊咧就同佢做一啲手續，因為我見佢孤兒寡婦啦，係嘛？佢係喺日本橫濱嘅，我又冇收佢錢。冇收佢錢咧，佢講咗句：，佢問你以前做咩㗎，郭先生？我做嗰啲泥頭車啊，收車。喂，
阿朱紅芬係幫我入口嘅噃，全香港最大嗰、那個嗰啲二手吊車零頭車，我帶你日本走一轉啦。我同日本，佢同日佢同日本都熟嘅，咁我咪跟佢走一轉咯。我俾埋機票，俾埋車，但我當時我好朋友，喂，你冇俾人點喎、啊，無端端買埋機票，咁樣跟人去。哎、我呢個世界唔係咁多衰人嘅，咁我哋冇講話嗰啲成交咗之後啲機械嚟香港咧點樣俾用嘅。我唔緊要，我蘇神你翻咗嚟啦啲貨，你照翻國際規矩，紙仔冇張噶。我嗰批貨幾錢咧？你又開張單俾我收翻啲，照國際規矩收佣金噶啦。咩嘢由佢嘅關係咧？我做咗日本嘅生意入口啦。所以我哋希望啲年輕人咧，呢、這個係屬於唔係誠信嚟嘅呢種啊。呢種係實事求是精神嚟嘅，係信任嘅，信任同道德冇拉間喎，大家冇搞錯喎。如果我同你真係夾埋做世界，你唔信任我，唔信任你死得嘅喎。做官更大鑊，如果做官即係話啲同袍，大家出去做事，上級唔信任下級。下級又唔信任上級，又死得喎。呢、這個唔關老實誠信事喎，大家所以要小心呢樣嘢喎。你一唔信任人，點你去合作到呢？而家香港搞到今年今日咧，就係、是、大家唔信任，其實就阿爺驚你作反啊！而家用大電視啊，我應該今日貼咗四個大字喺度啦，不過費事啦。即係不談國事嚇，咁啊好大整喎，所以無謂啦。所以大家咧就要小心。好啦，今日講到嘅健康咧，就話原來做人咧，你想富貴好簡單，你實事求是富貴噶啦。想健康更簡單，你相信你自己咧就係、是、醫生嚟嘅。世界上冇一個人咧有你咁巴閉，我自己用你嘅意念嘅力咧，變咗你今時今日嘅 body 出嚟。如果你身體有事，你能夠用你嗰個意念嘅力攞翻喺個胎度嗰種功能出嚟，再行多住，咁你就冇事啦。我積咗幾十年咧，都係研究呢、這個唔係長生不老，係後生啲。所以咧就係、是、有好多學問嘅，咁啊今時今日有健康有財富係兩種加智慧，咁係我哋而家追求嘅目標。一陣間我哋大家俾咗啲餐費之外咧，有啲朋友就我請嘅，咁另外咧有筆錢咧就自己隨緣捐出嚟。點解要捐呢？今日如果捐咗嘅錢出嚟，我哋做三樣嘢，第一樣係用送兒童百科全書咧。在國家中國的山區的地方給學校，那個呢就希望有個因果呢就智慧。第二樣，我們有部分呢就會捐給保良局，保良局呢就照顧好多老弱醫人啦、啊、那你這個因果回來呢就是你一生人呢希望你的衣食呢都無缺。第三樣，我們的部分呢會給東華三院的，那個呢就個因果回來就健康，因為個世間咧個因果咧就根據你嘅行為嘅意念咧做邊樣嘢咧有咩反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以嗰啲人大病咧，我哋就叫佢放生就咁解啦，即係個因果嘅力。好啊，咁呢個因果你都好神秘嘅，而家咧就大家都日日用緊，你個公司一撳咧，你嗰個收到噶啦，嗰、那個意念嘅力。但是这些科学家呢不知道他这个这样的力量存在是不嬲都有的，不是突然间多出来的。那这个宇宙道呢就有很多的不同渠道的不同的力呢是人类未知的。人类未知的。知多一点就很恐怖的，你很报应的。即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哇，我们现在被人玩的。即是被人玩的。咁但系你唔知道點樣扭轉個世界，咁咧就蹦查查咯。咁啊，我哋
有責任呢，今天講多了少少，就話係有責任將正確的知識咧留翻俾個社會。啊，咁啊，多謝大家的光臨。好啦，繼續第二 part 就係、是我今天揀了一個偉人在呢個世界上咧，係印度一個大的哲學家。泰國，他是最百幾年前攞諾貝爾文學獎的。咁點解我要揀佢嘅詩嚟請咗阿劉敏儀博士咧？俾掌聲啊，劉小姐，有請。咩出嚟？咁佢泰國咧，如果冇咗呢個人咧，就冇報咗亞洲嘅。嗰啲西方極嗰啲列強咧，離開咗好多國家喎，好多殖民地就因為泰國。大家香港有人冇讀過啲歷嗰段歷史嘅，大家唔知成日聽見講話日本仔搞個大東亞同盟圈，邊個叫佢搞先？唔係日本仔諗出嚟嘅，係印度佬點去搞嘅，知唔知？乜泰國咧就去咗東京好多次，同佢哋開會，就揾日本仔做東亞同盟圈嘅主席，就希望所有亞洲嗰啲殖民地咧，全部咧都可以自己揸翻莊。就日本仔俾大頭廣州啲鬼佬，咁啊大仔咧好唔開心嘅。我幫你成個亞洲，印尼啊、馬來西亞、新加坡啊、緬甸啊、印度啊、斯里蘭卡、廣州曬班鬼佬。個個獨立，仲俾呢班友留到撲街，所以佢哋好唔開心嘅。大家抄歷史係泰國去嘅。咁我一陣做完嗰邊祝福文咧，男人係左耳聽，女人右耳聽。咁咧就係祝福你過去嘅祖先同你自己，你嘅過去嘅祖先朋友歷代宗親同你認識嘅人咧，都帶嚟世界和平。今日我哋最需要咧就係嗰個世界嘅和平。跟住做完之後咧，我又念一段《心經》嘅心咒咧，就係、希望大家喺今日咁好嘅緣分咧，祝福大家咧健康、財富、智慧一齊增長，因為未來嘅世界衝擊好大。多謝大家。珍贵的安详自在，好啊。All serene, all free。现今的世界是激动和带着疯狂的憎恨，争执中存在着残暴和无休止的愤怒，扭曲的思想和贪念存在一起。The world today is wild with the delirium of hatred. The conflicts are cruel and unceasing in anguish.Crip at his house, tangled his bonds of greed. 盲目期望一个新生的你，一个无限生命的你，拯救他们，用你永恒的祝福声音唤醒他们，让爱的莲花和取之不尽的蜜意宝藏，在你的唇膏下张开花瓣。All creatures are pining for a new bird of wine. All doubt of bounteous life, save them.Rouse thine eternal voice of hope. Let love's lotus with its insatiable treasure of honey open its petals in thy light. 哦，珍贵的安详自在，在你无穷的怜悯和善意中，擘去在地球上所有藏在心中的污迹。O serene, O free.In thine immeasurable mercy and goodness, wipe away all dark stains from the heart of this earth. 请你施予超越生命的礼物，带给我们克己的能力和放下傲慢。Thou giver of immortal gifts, give us the power of renunciation and clean from us our pride. 在新一轮升起的卫照庄严中。
让万人重见光明，让生命力重能经与枯萎的灵魂。In the splendor of a new sunrise of wisdom, let the blind gain their sight, and let life come to the souls that are dead. 哦，珍贵的安详自在，在你无穷的怜悯和善意中，抹去在地球上所有藏在心中的污迹。O serene, O three, in thy immeasurable mercy and goodness, wipe away all dark stains from the heart of this earth. 人生的愤恨及不安情绪的燃烧，夹着寻找自我的毒药，加上一个从不停止的渴求，不同地域的国家在他们的额头上飘扬着血色标志的仇恨，请你用手右手安抚他们，令他们理念合一，带给他们和谐的生活，带给他们美好的稳定。Man's heart is anguished with a fever of unrest, with the poison self-seeking, with a thirst that knows no end. Countries far and wide flowed on their foreheads and the blood red marks of hatred. Touch them with thy right hand, make them one in spirit. Bring harmony into their lives, bring rhythm of beauty. 哦，珍贵的安详自在，在你无穷的怜悯和善意中，抹去地球上所有藏在心中的污迹。O serene, O free, in thine immeasurable mercy and goodness, wipe away all dark stains from the heart of this earth. Deyata, Om, Gada, Gada, Plasa, Gada, Polisoha, Deyata, Om, Gada, Gada, Plasa, Gada, Polisoha, Deyata, Om, Gada, Gada, Plasa, Gada, Polisoha, 祝愿世界和平，人类幸福健康有智慧，多谢大家。多谢。有啲礼物好，我叫你上菜啊！有啲礼物。好，咁我哋先食嘢先啦，嘢先啦，稍等一阵，等先进行送一啲环节，送礼物嘅环节。咁啊，但系喺我哋开餐之前咧，就有啲先要做一啲嘢啦。头先博士已经提咗啦，就系、是、呢个餐费嘅问题。餐费。餐費咧就唔需要逐個攞出去嘅嚇，我哋有義工去每台去收，咁你哋每一台咧都將啲餐費，你同佢帶上呢個一封利是，因為姚仔咧就以前咧就係、是、我哋上街嘅擁抱示威分子，我咪識咗我咧，我哋唔掂喎。對於自己個狀況又唔滿意啦，咁啊成日上街啊、搞事啊、遊行示威都好積極參與嘅。咁啊後屘經過人網咧，就聽到啊博士呢個有色財氣節目先嘅，咁之後就認識到啊博士啦，咁啊去因緣際會下，咁啊去尖沙咀嗰度，咁啊揾阿博士傾偈。咁啊，之後就一路聽住節目，一路都有隔唔少同阿博士傾偈嘅。咁啊，一路都學到好多嘢。咁啊，知道成個佢哋左中右嘅勾結嘅一啲嘅運作。咁啊，知道哦，原來自己站喺一個被人利用嘅地方嗰度，
咁啊，自己乜都冇，但系人哋咧又揾到飯食。咁啊，之後就聽咗阿博士嘅意見，咁啊，祝博進修。佢大學咧，我哋話五科會考都唔合格，點搞啊？唔緊要，我哋去六台大讀讀農業啦。條理農務係我放，我包收你一個科個人揀嚟讀嘅。乜而家讀完翻嚟啦？咁又多謝阿嬌伯娘，一睇到我嘅信息咧，就話即刻請佢，因為佢會上水鋪咧要揾人，阿李文都咁當嘢。你送我夾萬俾你哋，知唔知啊？李文送咗大夾萬俾你哋喎，啊！阿哥而家叫物啊！喂，你送啲禮物俾阿姚哥仔。嗱，年輕人唔使灰心嘅。而家佢再去加拿大再讀咧，就我就支持佢再美國康奈爾再讀，就係李登輝嗰檔嘢。讀完翻嚟，你做李登輝二世都唔出奇，係嘛？啊 ，OK 嘅，多謝阿施老爺。好，另外一個咧。哎，唔好講呢啲，搞台獨而家唔掂啦。啊，阿譚博士啊，有請阿 I B 小姐，阿 I B 小姐同我頒獎。因為咧，另外阿方太嘅女咧，就我支持佢，鼓勵佢哋。佢又喺台灣讀完嗰個耳科專家嗰個專業嘅，考第一名。可惜佢因為香港嘅疫情咧，就冇翻嚟。同埋佢新加坡又一畢業就請咗佢啦。阿方太出嚟領獎，我俾阿細女嘅。阿邊個？你阿方太咧？方太，方太個家姐又係邊個？係嚟，俾阿做嘢。佢咧就生個女，兩個大女咧，又係我嗰時極力推薦咗去德國讀完書翻嚟嘅。而家第三個女咧，台灣咧讀語科嘅專業啊。OK， 呢個係靚啊，呢個翡翠啊。OK。好，我哋咧今日咧嚟咗个特别嘅嘉宾，就我啱啱同佢倾偈咧，我系你讲啊，我话琴日我讲一段，讲啊林助团赛新鲜鬼热闹嘅，哎徐大侠，唔该你讲两句，哎开住你出晒，你专家讲住啦，搭埋你嗰本嘢介绍一阵间，你嗰本嘢咧？林助單嘢，佢嘅意見同我一樣啊！啊，今日唔好意思啊，少少腳痛，因為做緊呢樣。咁我帶咗一個學生嚟。咁啊，講林助之前咧，林助真係叻仔。呢度另外一個叻仔就是我學生。咁啊，阿林峰咧，因為我喺拳術界就接觸好多年青人，咁變咗我啊，可能個樣後生啲啦，可能賺咗個水，所以多啲接觸年青人係好噶。即係唔好話睇少啲老餅，但係始終年紀大個咧，人好易會蒼老。如果你多啲同青春人一齊咧，你都青春啲嘅。記住呢個係秘密嚟嘅。咁林峰咧係香港啊，即係八十後啦，係嘛？啊，八十後咧，咁佢咧就練拳有，但係佢個專長係咩？係經濟。咁而且佢個學習嗰個精神好。我雖然教拳教咗冇幾多，我學生萬千可以講。咁佢係一個好優秀出色嘅統籌人，同埋講學到叻嘅，真係唔好俾我講曬，俾我講兩句。咁我咧就因為喺2006年咧，俾世界最大嘅拳會 WBC 個總裁咧已故噶啦，啊蘇萬萬，好似蘇萬萬 Doctor 博士就委任我做南中國官方代表呢個終身榮幸，好辛苦啊！即係呢個就係完啦，佢委任咗我，我就要跑。咁啊，大江南北跑好多啦，做好多嘢。咁結果呢家 WBC 遍地開花啦，全世界162個國家香港其中，我哋當地區係當國家嘅，係好高榮譽。咁要做嘢噶嘛，呢、這個就係因果啦。咁咧我就一掹咗阿 Crystal 啦，我學生同埋阿 Nick 咧，就幫我發展呢個會。咁咧就最近搞活動啦，講完佢先講林作呢個高潮嚟㗎。Nick， 本書入邊有啲博士俾咗我哋嘅好嘅禮物。咁呢本書裏面咧好多我個人資料嘅，就趁機緣際會趁整本金色嘅大刊咧，就將我啲師承擺咗落去，同埋我啲叫心法啦，咁就整得非常靚，因為好複雜，一個小宇宙。咁我作咗圖之後咧，好榮幸得到阿郭博士咧，用佢嘅資源啊，佢嗰啲科技咧，好少人唔知喎，有搞藝術啲嘢嘅。
呢套嘢係我設計嚟，佢整咗之後咧，我同佢點樣編排，同埋嗰啲中文嘅字句啊。呢個學問咧係點樣講啊？有啲少少似我哋六祖慧能啊，佢突然間唔識變色咁樣功夫嚟嘅。咁個內容咧又有話人物啦，有宗教，有信仰，有符咒，有技法，有五行，比較相當複雜。有我諗諗個頭都爆曬，整出嚟咧，你要將人哋睇得明同埋睇得靚咧，係一個好高深嘅學問。咁啊，博士幫我做到真係十成十啦。另外一個圖咧喺裏邊嘅就係我師承。咁我好重視師承咧，因為依家香港學泰拳嘅人咧，即係我唔係話詆毀啲行家，大部分都係講話打字。嗱，我俾個例子，我教咗每一萬都有八千人。如果個個淨係好打，你唔妥我又唔妥博士，我又唔妥師弟又唔妥師兄，師傅假嘅，我自己修練翻嚟嘅。呢堆人出咗社會係咩啊？係垃圾，係渣滓，係負能量。所以練武你練得好咧，就對削國國富國強有幫助。但係練得唔好咧，教咗啲社會垃圾出嚟咧，就好大問題啦。咁練武最緊要係咩咧？第一就敬字，識得尊重人、尊重自己、尊重師老師、尊重朋友、尊重敵人，呢個係最基本嘅。第二就文化同歷史同埋修養。你冇文化、冇歷史、冇修養咧，你嘅體育永遠都係地底嚟嘅，淨係得個打字冇用嘅。你玩得高、玩得靚咧，一定有文化、有歷史、有藝術。咁我好幸運啦，叫做咁多年來自己都有少少修養。咁啊喺國際間有啲名。咁啊，舊年有個西班牙博士寫一本書，西班牙文嘅，請我幫佢寫序。我用英文寫咗，講咗司馬遷我哋前代偉人喺歷史上嘅貢獻同埋嗰啲心法寫俾佢。咁啊，佢係一本相當厚嘅書，係好有名，西班牙嘅博士寫嘅，就係、是、泰拳同埋踢拳喺日本興起嘅歷史。咁我俾咗好多料佢，因為我嘅收藏係全世界最多嘅，錢我冇過博士多，有排追。但係講拳術嘅資料啊，講中間比較珍貴嘅東西咧，我係非常多嘅。好啦，俾你講，或者徐宗師可以講下我哋做呢本書嘅時候咧，徐宗師你係咪發現到泰拳咧，同埋一個源流咧，同埋嗰個中國嘅歷史嗰啲個關係？我咁多年嘅研究咧，泰拳嘅根源喺雲南嘅。咁我已經咧喺香港拍咗一個介紹咗，另外咧喺廣東電視台咧五輯出咗，就將同泰拳成根，就帶咗電視台到雲南嗰啲山地揾咗啲老拳師，就講翻傣族以前咧同中國關係啦，同泰拳嘅關係。咁呢個已經入曬史書噶啦。咁呢個係對武術歷史一個好好嘅認證嚟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喺 WBC 之後，我哋最近就搞咗一個青少年咧，想做翻啲嘢。咁啊，呢個啊，哦，係我哋WBC 南中國香港咧，其實一路除咗培養運動員啦，培養唔同嘅運動員之外咧，其實我哋而家都有個咧 WBC 嘅青年關愛。咁咧就係去俾一啲咧可能未必有條件啊、經濟條件去學拳嘅青年朋友咧，都俾佢哋去參與呢門嘅技術。咁啊，亦都可以係等佢哋畢業咗之後咧，都係一個認證啦。咁都多一門嘅學習技能啦，或者係工作技能咁啦。咁我咁講到拳咧，不如咧徐宗師咧，你講下臨作佢哋啱啱呢場拳賽啊，徐宗師你有啲咩嘅嘢分享俾大家？嗱，作個事要講呢場拳咧，我相信好多人都覺得有興趣，因為我叫行家嘛。咁啊，喺坊間咧有好多唔同睇法啦。有啲話宗師真係贏咗，有啲話個市場贏咗，有啲話臨作贏咗。咁我睇到好簡單，競技。如果以市場角度咧，係一個創舉嚟嘅。你不論佢打到連支拳咧，就坦白講，翻平三個字。我哋嘅要求咧係爭好遠好遠，但係唔緊要，人哋想 entertainment 噶嘛，佢俾到錢雖然係貴少少，係似乎係手鬆咗，咁個價錢真係假，但起碼個場面好旺，睇上嚟好靚，嗰度賺咗嗰個公眾嗰個資訊睇到個 visibility， 即係睇得到個體育存在，咁嗰方面贏咗到 EPR 角度100分，依拳術嘅技藝咧。唔好講啦，根本就唔流，完全唔流，冇一場似樣嘅。以我個人睇法，而香港好多人打得過好多，但冇機會打到上咁嘅台。咁點解咧？我哋係好運動員，俾唔到個台佢，係咪我哋失敗咧？要反思，呢樣要反思。其實佢市場中國好勁嘅。好啦，第三樣咧就係邊個贏？
我個人睇法就林作榮。點解咧？因為上去咧已經係破釜沉舟輸硬啦嘛，人哋俾咗百萬你要打你鑊金嘅，叫佢講明兩個威要冧，你冧咧，我你唔冧咧，我仲加碼。嗱，呢個係奇恥大辱。佢接受呢個條件咧，已經係好大嘅勇氣。佢係唔識拳嘅人嚟噶嘛，佢拳打過咩我唔知啊，但係基本上係一個身到唔身嘅，俗啲講青頭仔、豬鑊、豬竇。咁對方嗰個真人假打咗三場，啱唔啱？咁你要咧打咗三場嘅公開賽咧，就唔係新手嘅，四場已經要打老手啦，你要抽籤咁啊！如果唔錯都，以我咁多年經驗，好啦，你上去係一定俾佢打鑊金嘅。咁你唯一點嘅就係 survival 點樣生存？咁佢個 game plan 咧，佢作戰格局咧就係唔死，唔死就贏咗啦。咁你睇佢打咗四回，係咪難睇咧？喂，喺個台度最緊要冇死，難難睇觀眾嘅事。你買咗飛，你好唔好睇？但以我睇法，佢啱，佢走同啱。咁權證當然可以幫唔多啲，但幫多啲佢就會慘啲咯。咁當時喺度呢場係唔落數。咁以佢嘅表現，已經拼曬老命，又冷又推又拉，又邊落格拉底幾廿樣出之，逃生成功，四回合打曬。咁以佢角度係咪贏咗？贏咗㗎啦！以我度，佢策略成功嘛？佢冇得贏點解？佢最後我打爆對方個鼻，佢即係喺台度咁講，我睇到對方打爆咗個嘴，嗰啲小問題打拳就實有啦。整體嚟講，佢係佢嘅德係多過對方嘅，我個人睇法，起碼佢個口齒就係捱曬你四個彎，佢捱到好嘢就。多謝徐公司啊！差不多我哋俾大家食啲嘢先，多謝郭博士，多謝徐公司。